明天你真的要走？擎天大楼这么大的案子，你为了你的选举政绩，就不怕招标没有品质？是因为蔡崇生他全部的市政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。那像擎天大楼开发案的，他非常有可能是监控客公司。完整的部分就让廖董事长处理。这是我们董事长的一点心意。如果你不收的话，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。我们就专心应付高明。你一定要留下来。 好不容易我们可以搞一个评议会控制他。好记者留不住啊！哎，你干嘛啦？我检查过没有问题啦！哎，你不要乱说别人东西嘛。如果大家认为的反对票现在变成同意票，这样的报道才有力道，才有加成的效果，对不对？